心有清啊，咱这条灵魂，这是顺咱的注定。慧能啊，是要转回咱的本性天元啊，这个真，这条先天的理，咱传着清净的心啊，有咱一点灵性，恢复顺家的天性啊。上天爱向咱会的命，会正确啦。这就是咱通，你完全无业无债啦，无做无动的业障，灵魂的天性，让我清灵啊，福本。拢是倒转来咱的原生，这才是咱讲的天意啦。上天的灵性，归咱清净，无形的天意啦，顺加咱的心性，将着清楚。这条灵魂，甲顺道倒来归母，这个本性啦，是咱在世直接流浪，直接生长，咱直接无爱阁沉沦落去啊啦，咱会当看会听的，学的啊，要学互伊，亲像鸳鸯啦。不爱在世间烦人啊，来生烦恼啊，这就是咱修行啊，最终啊，这个结果，真法这个天理，爱咱佛会升天去啦，灵魂。伊个能力，就是咱个气力、体力，啊嘛是神无形个力啦。我有清净中这条灵性，见咱顺家个心中啊，这是清净个天意啦。今某啊，顺家这么稳。是咱一点气生，我才有阿母啊，这样的温的心，恢复拢是天命，落家则是顺天心，灵魂只有顺风而已，顺缘啊，这种种子，这种种子。灵魂最主要是以功为名体啦，为名地啦，这个慧根，这个主根，这就是咱咧讲的灵性啦。大粒根甲细粒根，招招拢是根。好，我用着这点清澈的天性。开悟，咱这条天命啊，的圣意啦，拢是心机，拢是心根，拢是神修堂的智慧，安尼来判断啦，安尼来合用，真灵的天界，伊是伫咱的脑中。这个原子，这个金丹，这个丹丸啊，的真力啊，的元光啊，
灵伊个天意啦。我有回到孙母啊的心啊，这点这是咱的天灵，咱爱回报啊，这条心性啊，真灵现来是天意，落地清界，这条心啊，这拢是咱正法的天理啊，恢复明家道心，真灵的天元显露咱的心意啦。咱才有这条清楚的心性，是咱一点灵元清。走阿母啊，即阵心意，对着先天的灵性，我伫在世间，咱的心性啊，是伊清净中咱的天界啦。开你会当做主，心在在，恢复这条先天的本性，咱只有回入来，才是阮的天性，是伊一点子。咱带有先天的灵性，恢复即阵神明，灵伊的天性，予咱顺入来。很清啊，清就相通啊，就是心合啊。你甲我拢是同款，这个神会光会圣意啦，这是特殊，是咱要来讲到这点灵气，真顺啊，咱这个心啊，会当相通。是咱恢复这条灵性本无这条气场，灵魂的天意，清净中咱的顺心，恢复这条先天的灵性，咱再来出到现世本性。有咱一条先天的理，咱再来现有金母啊这条心，咱有一点灵气，再来回出清净中的心性，上苍的本领，咱来有瞬间安定啦。灵魂的天意，见咱清净中的本性，随着一点灵性，我再来讲瞬间天性，这是本源的天理啦，开发咱这尊心意。有咱一条先天命，我再来讲顺家元天的神。有咱一条先天的本性，我再来讲到顺家咱的天神。顺到一点子啦，我爱找出到先天的精神，灵魂伊的天界，普咱清净中心自在。你有一点先天的灵性，我再来顺着本源心，
上苍的天理啦，对着清净的心意啦，你以一点零元净啦，我再来讲着顺家，咱的天性，这是清楚的天理啦，神讲咱的本性。有咱一条正法的天性，顺咱的心嘛，入境出境，这是咱灵魂的天意啦。本无来教咱这颗心为公正啦，是咱一条清楚的天性。咱个人的心所负啊，真灵的天意啦，开源出神的顺性。你有这条正法正天性，我走母娘这么清净啊，拢是顺家的天。咱则寄会入来，你的本性有咱一点灵元清，我则来度化咱的本性。你有一条先天的灵性，咱则来讲着顺母这条天灵，这是咱顺着先天的灵源，阿母啊，来讲着清净的心，灵伊的发性，予咱清净这条本性，这是清净中咱的天啦。阿母啊，来讲。顺咱的心，有咱一条先天命，我再来取灵魂的灵性质，这是清楚的天元。阿母啊，来讲着心明，有咱一条先天的性理。咱带有清体的心意啊，灵魂伊的法界，只有来讲到现在啊，心所现的啊，这是正当下，咱出的这口气中，内定啊，这个真相啊。真理的天意啦，我就见无这条灵性，这是咱的主定、主心的圣意啦，降伫咱在世间呐，这个脑神呐，传音嘛，做主啊，的灵语、灵文。咱即卖咧讲的闽南话，上苍的天意啦，来到咱的脑神中，顺着天通啊，咱这条圣意啦，下降伫咱即卖所会灵性质啦，是咱一条。灵源的清净啊，交通一世人，咱的天性本明，灵源的天理啦，从伫无中，咱找出着正心，法门啊，来回啊，老母啊，这条原性。真灵的天理啦，
我有顺着先天的圣意啊，上苍的天命，我有开源啊，这条灵性啦，即世咱有通灵啊，回咱的母性，是咱这点灵气，我会当行的。回报这条心灵啊，这是清净的天元神啊。咱造母娘啊，这个本体语，真灵的天性啦、啊，转咱的元出神明啊，这是咱个人。你会当找到的，对到原来咱这个心的清，心啊，这个光照出到你即马所用的啊，这种材料，是咱要取到心的圣意吧？咱才会当用到语言，传咱家己这个心所浮。所用的这个法定在这啦，上苍这点气啊，我爱显露是心的顺势啊。咱有这条先天的灵性，你再来讲到出家定心性啊，是咱无啊。一点气，我才有顺倒转来，咱的心性啊，灵魂伊的天命，咱有这么顺的天意啦。上苍这条灵性，咱要有真稳固显的明，这是咱的天意啦。神工啊，是咱这么顺，母娘的天愿，落在正理啊，这个心境，咱以清体无形定，归落来圣意啊，咱的本心啊，是咱一点灵气化。咱的天，化就是变啊！咱人甲天是共条路的，是对遮生出来啊。所以咱即卖人只用着咱的脑神的尔，只用着咱母娘啊，这个金刚线，这个金刚的体。啊，这才会当永久啊，得不生不死啊，是咱咧讲的四果啦，苦集灭道啊。咱要集这个苦，去这个苦啊，你才我倒转来西方啊，极乐啊，这个国度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性嘛。咱一定要归灵宝嘛，大天尊嘛，这是咱灵修嘛，要有这条灵，伊的清净嘛，伊的愿景嘛，愿生愿国土，真理的天性，我伫出家，咱的天性。拢是这个性，伊咧转，伊咧变啦，伊个功能，伊个功效，咱才用会出来啦。这就是咱的原体，有咱的原真来甲咱传授，互咱来学来训练啦。你这个精神，才有这么集中。献伫咱一条先天的地啦，
咱人的身躯只有用心神而已，但是咱的天是全能啊，是咱这点灵气啊，所有拢是天设的嘛，是咱这个天元。阿母啊，恢复天意啊！啊，真灵这条灵性啊，开发这尊神明啊，是咱一点灵性献开啊，咱的天性啊，灵魂伊的本源清，咱再来对着升天。的心是咱这点灵气，我爱清净的心性，灵魂伊的天元，阿母啊落定这条心性，上苍的天理，神工啊！咱这条原性，你有这点清楚的天灵，我再来讲顺家献道心，是咱这点气啦，心灵啊恢复天意正中啊，啊，这就是咱人献功啊，天。有咱的天主啊，有咱的上帝啊，来做主啊，因为是一个主头嘛，要让伊的部属部下，所有会当受到真好的环境，来读册，来念经，来学本，这个科目嘛。是咱修道爱慢慢啊，调教嘛，受训练嘛，正统正道嘛，正心嘛，合在咱心嘛，入流入道嘛。这是咱清净的天意啦，开发咱一条心明，灵魂伊的天界。乎伫咱个脑髓、神啊，伊个本性啊，啊，这则是咱个性能嘛，真光。咱要讲个是永远嘛，毋再有来咧讲百岁、千岁、万岁、万万岁年呀。你即个寿命就对啦，要讲个讲咱个性命啦。当然，咱人是命。这条灵是要永久，这个天年啊，这是咱的祝福事啦。但是咱会知影性命你的寿数啊，清净这个天意啦，咱来顺着这条心修行，有的拢是以命这个福报啊。在这个轮殿而已，没要跳脱到灵殿之上，轮转之上，都是在那里颠转，敢像车轮这样，有没有？在那里洗口轮。咱过去在说，孙悟空嘛，齐天大圣嘛，离不开到如来佛啦，的掌中盘五指山嘛。所以说咱这个五指山其中有一个齐天大圣伫嘛，是咱无形有形啊，所生嘛。啊，这就是表咱应依计应尽啊。凡世间有诶，先天就本有啦，是咱一点灵气啦，这条路线。是修缘的，是面长的，不是短则啦。但是咱这个命是短则啦，
有底汁啦，你食的才有糖的嘛，这个糖度嘛，糖会烧嘛，这就是咱修炼这个天性啦，这个精致啦，要倒转来甲母娘啊，同享这个天年啦。啊，这才是归元啦，咱倒转来元，这个好所在啊，好圣地啊，清灵本已开天命。如来顺利应天性，无形主正咱的天啦，是咱归落来一点子啦。阿母啊，爱咱找出着先天性啊，是伊清净的天啦。我才有怨天阿母啊的心，你有这条先天的性，我再来讲出家定咱的心，上冲这条灵性，悟得正确，咱的天命啦。这是元天的灵性啦，一个清体，咱的本事，灵魂的天意啦。落地瞬间，咱的心性啊，这是咱有稳定的天命。我才有这条清澈的心，行回这点地，我才会当向这么顺的心啊，真灵的天性。元天母娘亲，灵魂顺着先天意啦，传到灵家落心明，一点清楚的天界啦，行回清灵中，咱的本性，有咱一点先天性。我再来讲顺家现道灵，一点灵气，一条心，只有来讲到先天的意啦。我有一个正法正天神，才有这么稳的天命啦。灵魂也灵性，悟到一点。清净啊，这是咱顺着先天地神功啊，这么啊顺意啊，真灵的天性，开发这条先天命啊，有咱这条先天的灵性，你再来讲着顺家，咱的天神啊。灵魂伊的天理，向伫咱这么准确的信义啊，是咱一点灵元精，我再来兑现道家的元神义啊，是伊清楚的法界，灵魂的主宰，你有这条。清净的法性，咱再来现稳定的本领，这是咱清净的天元。母娘啊，有这么稳固的心性啊，拢是这点理，我才会当顺着先天的本性。上苍的天界，附在咱这点清楚的自在，这是咱道界天性，滋养咱的心神啊。真理的天，见咱道界心，咱有一点灵性，
赐咱稳定的天性，灵魂伊的天灵，就我着在世，咱的心性啊，这是正法的天。阿母啊，见咱顺解心，灵魂的天意啦。我有清净中的顺利啦，灵伊的本源清，我才有这个先天的灵性啊。真理是出定，我有这粒元神可住啊，甲守条条，这才是咱讲的天意，带伫老母身乡内底啊。这是咱的性啊，倒转来无形这个大环境，引导咱即马这个心所想的，咱的现场这种抽象化，是咱这个天理啦，无因有啊，慢慢啊要来成就这个答案啊，这是咱在世间有这个身躯嘛。咱只有靠着咱这条灵魂啊，找倒转来，咱以后要倒转来，这个路魂啊，这个路径啊，是咱一条先天的本性，上苍伊的天命，还有咱恢复心意啊，这是。清净中的天性啦，带伫咱这么稳固的心稳定啦。清天这点气，咱来浮调调，这条心灵魂伊的天界，浮伫咱这么顺自在，咱有这条。清楚的天性，现在咱的心，稳稳定定，永永久久啊！这是咱正法的天灵啦，浮在咱的脑中见心啊！这是天心大发心啊！咱所谓能源头啊，一条先天的意啦，咱对着心。观会出来啊！啊，这才是在世，咱所有花嘛，花就是要合一啦。只有这粒心相通了呢，无其他的心啊，灵魂会天意啦，大能量这条关系，真理会天缘。落伫主场，咱这个圣意啊，开源是天性，予咱出定是天命啦。我有真顺这点气，咱才有这条先天的心，这是先天的灵性，咱爱恢复天性。金宝啊，伊的天愿，只有来讲着静心，咱的本领啊，这是正天的法界，灵光啊，伊的天意啦，顺着这个自然的法光，这就是咱讲通的天理啦，心中啊，见咱的真主。是咱清净这个天性啦，这个心有虔诚，你这个光永远得光明啦。这就是咱的真体，这就是咱今嘛花的真灵啊。咱爱是大意义啊，都当个大本营、大天体啊。这是咱叫的。
阿母啊啦，来自咱所有的这灵啊，众生的源头，拢是对这所生，真理的天性，普咱脑中啊现清。灵伊只有讲到天意，心清白空空，这才是咱的来源呐。啊，你心若家己做主有无？这是你家己的心所想啊，所应的啊。所以讲，无同的境界，来自有甲无这个空间呐，是咱这点灵气。一世人，咱向的是顺天，上苍的天命，爱咱悟出着现世心灵啊。原天本意是顺心，教化在世是天灵啊。我有这条先天的理，向甲这么顺。咱的心意呀、啊，灵魂伊的天界，心造化，咱的自在，这是开咱的天性，落伫咱的自性，小贪、小缘、小贪、小有、小贪呐、啊，安尼咱才有法度倒转来圆这股力量。天然清净的天意啦，咱才有这条清楚的脑神。我有一点灵性，显露咱的天性，得通咱这条灵柱，这是咱的先天本性，灵脉的总原点。青天落来是天意，接过灵家现身啊！上苍恢复正天命啊，带咱见缘啊，上天灵啊，一条正天无形心啊，人生各自先天应啊，灵源复苏转天神。降落元神，咱的主宰，是咱一点先天性，你才来到正法正天心，灵魂伊的天意啦。我爱清楚咱的脑神，有咱一条先天的本性，我才来见落界天命。这是先天的灵性，我有顺甲这么稳的天灵，无形伊的开发，只有脑中咱这条心了呢。这是清净的天理啦，我行回灵源伊的灵性啊，这拢是咱的品质素质。今仔咱爱是真优良、真明丽、真光鲜，这才是咱的本质啦。是咱即马家己咧找，用心啊来讲话啦。这是咱的原灵，这条先天的意，回到咱一点。清楚的本性，灵魂伊的天界，铺伫咱这点清楚的自在。上苍伊的灵性，只有打通清净啊，这是灵魂的法界，所生啊，咱的注定现在。你有这条先天的本性，带伫咱这条
清楚的脑神，这是咱一条路啦，一条肠仔烧烫啦。咱家好命叫做咱的真心烧烫啦，咱的原心意思同款，是咱要来讲到你现主是这个主心，会当转嫁你静条条这个无的真心啦。上苍的天意啦，咱爱是顺着这条灵性，无心无所动，这才是真啊！你心脑动，就假。咱现主时，你所要用的，这个短暂啊，这时间尔尔，无才是永远的啊，天长地久的啊，万万年的啊。道理是用安尼来讲，先天后天啦，神甲人的这个修炼啦，灵源灵性的天，我只有带咱这尼啊顺的性啊，这是咱清楚的天灵。金宝啊，五甲这尼顺的心清。灵伊个法界，只有来讲到顺家个天意啦。我有这点灵源个灵性，再来讲清楚咱个天神，这是正法个天地。咱带有先天个心气啦，灵魂。伊个天界，铺咱一点清净的自在，开发这个灵性，咱现开啊！这尊神明是咱一点灵气，搁再向伫咱家己，最主啊，这条灵性，这是。咱的性的原能啊，内底伊的内团、内能啊，予咱即马印证，就伫咱这个心的界定，咱才有这个版本啊，来讲出着你这个心力啦、啊，这是咱的心的诚意啦，完完全全拢是无所生。是咱这点气啦，临场中啊，我要有无性啊，这就是咱会啊。你无安尼会，无安尼找，你找无原真啊。心中这个无能啊，是咱照着天理啦。咱爱是清楚啊，真灵会母是天意。精忠教化是灵性啊！你有这个性能，你才会当有心中这个语言啊，来做机代表着天，代表着母娘，伊的圣意啊，真威啊！上苍这点气啦，灵性所用的这种。真气啦！啊，这才是咱讲的天元呐。老母啊，这粒光明光彩的本性，是咱一点灵魂，搁再顺倒转来咱的心。你有这条清澈的天，我才有共母娘啊的心。这是先天的理啦。我爱是见老母娘娘伊的心性，处伫咱这呢稳固的天界，我再来落定自在，是咱这条灵性
该激发该激出来啦。敢若亲像咱咧激迄个酒有无？咱用着米啊来浸啊，啊才有白壳有无？来甲蒸料啊，一处一处有无？伊才会当顺啊，哦，无复杂啊，即个杂物。是咱咧遮尔清，遮尔真啊，这条灵性啊，这是咱生存啊，咱这点意义啦、啊。做人只有用心来表示尔尔，咱的内心啊，所定出来、所写出来、所求出来，咱的本意啦、啊。啊，这个本命带咱的使命。带咱的一步，献伫大公婆，是咱一点气啦。天公所赐的，咱的公道理啦，啊嘛是咱的中道，予咱找到倒来，咱的原形啊。真理的天界，清净中，咱的灵气呀，一点灵光。这条灵性只有转咱这么清净，这是先天的灵性，一个出家咱的天缘，无形一这点地，我只有现在咱这么顺序定住咱的天缘，是咱这点灵气，我带有顺家这条心，找出着稳定，咱的灵性开发这世人，咱的天缘，是咱要倒转来天，这粒圆的源头啦，未生修共交通，这个灵性啦，啊，这咱会当用无啊，这粒心啊，本无相啊。本无好歹啊，真灵这个天意啦，咱爱静落啊，咱的心是咱一点灵气，处在咱这么清楚的脑神秘啊，灵魂伊的法界，就生咱通灵的圣意啊，这点。是咱的天元性来到真理呀，显得清灵魂伊的天界，铺伫咱一点清净的自在。元天伊的本性，只有来讲着顺家，咱的天性是伊先天一点地道，我爱有显露。咱的灵性，顺着这条通天的本性，咱带有母牛啊，这条灵性，这个性质，当然咱来行入来啊，即马都要学母牛啊，相共这个性质本无，所以讲咱爱无则是大，自然所定的律。天设的嘛，咱人绝对无法度去问讲天是安怎设的啊。孔子要问周公，啊，你这个礼记安怎设的啊？是咱对头啊，伊就安尼设的啊。所以讲，咱只有遵照咱母娘啊所设的这种戒律啦，是咱这条。先天的灵性，咱爱是归元体，这个本性嘛，是咱行入来，这个清楚，咱这条灵线，咱要入定中，开咱的脑神，最主啊，永永远远，这个脑机，上天伊的本性，啊，爱咱恢复。原性啊，真理的天元，
见咱顺落来，心清，有咱一条路解信息，我会当顺甲亲像天。这就是咱原天的本性，咱的路行，今咱照着母牛所定的这种法律啦、天律啦，安尼才会当讲出着天的线路。天的真啊，永永远远是安尼顺流的，真愿的天界啦，顺伫咱的主场身在。你有这条先天的理，咱才带有清楚老母娘啊的本性啊，这是先天的真愿。咱对着无形这条元神啊，灵魂伊的天界，铺伫咱的内定现在啊，一条先天的本性，咱只有拍通，咱现主是的元神啊，是咱有照着这条灵魂，咱行好的正道啦。正就是大，道就是自然啊，本自然啊，本就是自然啊。咱要倒转来母牛这粒圆体，就是自然啊。是咱心会突破，放会落来啦，安尼才会当达到自然啊。这就是咱讲的天理啦。咱要行的清楚这条心。灵魂的天性啦，大融合，咱这条灵魂啦，是咱会当讲到天理啦，咱会当稳定咱这条心性，真理开源天书啦，应了灵家现清，顺着正天无形性。开源转过来，心灵有咱一条正法的天理啦，开路咱金宝这条元性，真灵出家天元清，罗庙开路正天理啦，罗家顺宝这条灵性啊，这点灵气显会出啦，是咱转到天灵。儒家在此献心，真灵出家无形神，教咱转的归天灵，是咱这条先天的理啦，应咱传灵乐愿，真理归来是天意，接受清净则是元天，拢是主宰这粒元体。咱才有心完全道灵，是咱一条先天的本性，是咱搁再顺道转来恢复天灵，上冲一点气，我爱定住咱的心性。你有正觉这条天，咱才有稳定老母啊的心。这是咱清净的天界，铺在咱的脑中，自然神灵魂伊的天性，咱只有定住啊，咱这个心性呢，这是咱的天理。我才有这么顺家的圣意啊，一条先天性。咱只有献到这么稳，今日咱爱是稳达达、定确确的，这颗心永远袂变形的。啊，这才是咱的缘啊，予咱在世间来传来用啊，这种决定。啊，咱只有讲心经尔尔，这颗心会经过，假心来甲永远的这个真心。心连心就是这個意思啊，是咱爱知真心嘛，本无心嘛，
心灵啊，伊作用嘛，只是大贤主席心所生，这个法宝嘛，这个保险嘛，咱的来源啊，啊，这个灵宝啊，灵动，这种修通，这个动心啊，真灵，这个天意，开悟出家落原心，只有一粒心，生万万心。所以讲，咱用一里通万里铁，一本生万书，是咱一点灵气啦。咱拢是对这个大自然，这粒大能量所产生的，咱这个小能量、小分子，上苍的天意，脑海浮的是现主时呀。咱管这个本道，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意啦。咱的新本道啊，要回到原来的啊，直接经典，直接正主。啊，只有用到现主时的语言呐、啊，来代表咱即马这个气氛呐、啊，这个气象啊，是咱要知影。这个气象，这个气候的静住啦，春夏秋冬，灵魂的天意啦，各方定着咱的元神啦，是安尼来运转。你才有这个冬生、夏长、夏长、秋杀、冬藏，这个中土一再当顺安尼。来塞到这个气氛啊，气味啊，灵魂的天意啦。那照着顺序啊，你这个计就成啦。是咱有一点灵气，咱要来讲到清体咱的心，上苍这条灵性现甲咱的真元出神，咱有一点天元的本性。你再来讲顺家，咱的天神有咱一点灵气，我爱见咱老母的心，啊，这是清净，啊，这条灵性看回咱的天空，老母也来讲到正理的天，上苍老照天神开发。咱金宝这条本领，有咱一条先天的理，咱再来徛出正法正天神，这是灵魂伊的天元，落伫真理这个心境，有咱一条先天的气，咱带有清楚老母娘娘伊的心性啦。这是咱的天愿，阿母啊，现的顺利，上苍伊的法界，只有安住咱的身体，定条条这条心，咱才会当照天，来传着你这条先天的圣意啦，真灵的天愿，普咱这点灵气。我爱是定主，是咱有无啊？这条心献伫咱的内定，根本啊顺咱的心性啦。是咱有运这条灵气，是悟到正法母娘的心理。咱爱是源头啊，内底内底啊，你就是内底啊，咱有外里内里啊。今日要讲内心、内性，母娘这粒真心，咱若受到真诶来传啊，啊，咱这个心就拍开啊，你诶容量就愈来愈阔，甲人会难你啦，甲人会收听你啦，无计较，是咱一点灵气啦，即世人咱要向诶，
实心的量开阔，亲像天这么宽，无夹无杂无阻无动。啊，这就是咱话，你会当互人欣赏到，互人会当有反省、反悟这种大体会。啊，这就是实力啦，真力啦。话中的力啦，你才会当用到你现主持这个信力、信心的用力去持啊，是要永远互你有这个信心啊。伫做人拼倒转来，你做神啊，神归咱身啊，来到着咱身做啊，这个永远的生命啊，是咱咧讲暂时甲永远的啦。人甲神成仙啊，这个境啊，这个境就是界啊，哦，境界嘛，是咱要来讲着。咱个人啊，你去处境啊，你这个戒指啊，当然啦、啊，咱心若无所有的分别心，你就是心，拢是共款啊，无变无改啊。啊，这才是大境界啊。但是咱这个心要有一个主定嘛。啊，你毋通拢无心，啊，散多苦，啊，无一个主要性，无一个拍算。爱、啊、就是伊真诶有无来好命尔尔嘛，毋是你真正心放会开嘛？即种能，即种大圆融嘛，是咱会当修炼你啦。盐嘛，甲水，糖甲水啊，若久有无，伊就是相共啊。所以讲，咱爱是即条灵性啦，会当融合。咱的力量啦，从咱的心有艰辛苦涩过嘛，但是咱若有母娘这种大发水，阿妈你这艰辛苦涩嘛归无味嘛，这就是咱的讲的天性嘛，落雨落下哪有味？所以讲今仔咱要讲的，就是咱的发悟嘛，发悟就是啥道理啊？真愿真意是天性，开发清净咱的本性，是咱落定这条灵性，开出着清净咱的无缘，真灵应在观天命，开源落加真意，度化咱的灵性，归咱正确天灵。
够。